为着要让更多人看到市长按摩师工作的情形，新北市政府劳工局头一届举办新北市市长按摩底片竞价比赛，长度以30秒为限，第一名会得到80000元的奖金。我们开放这个征件的时间到今年的这个8月31日为止。无论是工作情形，或者是日常的生活，只要影片的主角是市长朋友，拢会使参加。长度以30秒为限，第一名会使得到80000元的奖金。征件的内容包含他可能以动画或真实这一个实际的工作状况或他的生命样貌都能够参与这样子我们的活，那我们最高奖金可以达到80000元。好，那欢迎我们的市民朋友，对于影像记录摄影有兴趣的朋友都能够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征件比赛。今天时间为今麦开始，一直到8月31日，欢迎对这摆活动有兴趣的朋友，会使到新北市劳工局网站，或者是新北市市长廖玲脸书粉丝团查询。记者彭建凯、林金如，新北市采访报道。